今天我们来吃一个搅拌酸奶啊，加上这些谷物，还有这些干果。我女儿的是芒果味的，我的，哦，黄桃味的，说错了，我的是草莓味的啊。酸酸甜甜的。一股奶香味，这个拿回家放冰箱冷藏一会儿吃，口感会更好。这个夏天，我今天有喜欢的视频下方看一看，拜拜。